把时间轴看看啊，这是中国联通的时间轴，时间轴操作一下。对，操作一下。95年。中国联通的发展史。单击。有接头可以选择图片。这个图片选取一下。这个是往右拉。用教鞭操作嘛，就好了。然后再拉过去，对，随便点开一个。 好，关掉。然后再拉，再拉的，再拉。对，好，再拉，再往这边，点开一个20，你人往这边中间走过来，你边往镜头那边走过来，然后站在中间停啊，按照这个位置操作。行，这个画面点开啊。行，还要切换什么？